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位于高桂林的两室两卫顶层公寓，带有两个停车位。自从开通天车以后，高桂林近年来发展迅速，商圈林立，公寓临近 Breed 天车站，距离 Lowheed Shopping Center 仅几分钟车程，周边有各色餐馆、电影院及各种休闲娱乐场所，也有宜家这样的大型家居购物中心。这个两室两卫的单位在大楼的东南角，一面朝东，一面朝南，尤其是面向飞沙河，阳光充足，和风舒畅。公寓建于2014年，面积990尺，在两室公寓当中属于大户型，适合要求居住面积宽敞的买家。开放式的厨房，白色的橱柜，深色的石英台面跟客厅连为一体，挑高的拱形楼顶让客厅更加宽敞明亮。在超大的玻璃窗旁，坐在沙发上看书品茶，是不是很惬意呢？或者和家人朋友围坐在壁炉前促膝畅谈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我们再来看看两间卧室，宽敞的主卧带全套卫浴，两个超大内置衣柜让男女主人都有足够的空间放置衣物，主卧还可以直通阳台，次卧干净明亮，有两面采光，可做宝宝房间或者办公室。环绕型阳台带来270度的开阔视野，而且290尺的阳台空间足够让你种些花花草草，还可以夏日 BBQ。 这个单元还带有一个储藏室，大楼允许养两只宠物，允许出租。看到这里你心动了吗？本周末下午2点到4点开放，欢迎你亲临实地考察。